今个礼拜我带你去嘅就万锦市，唔系社区，系 Markham Downtown 万锦市市中心。点解今次破例唔讲社区呢？系因为 York University Markham Campus 终于动工啦！欢迎一齐加港区。Markham Downtown 位于 Unionville 社区入边，亦都系 Markham 嘅中间。最近 intersection 咧，十字路口就系 Highway 7嘅 Birchman。喺 Markham Downtown 公寓咧，系佔多過八成啊，所以今次我會專注講翻公寓嘅價格。嗱喺萬錦市市中心咧，一房公寓650尺，平均售價就係50萬，即係等於港幣300萬。一房加一窩750尺，平均售價就係55萬，等於港幣330萬。兩房公寓800尺，平均售價就係64萬，即係等於港幣380萬。嗱，買公寓咧一定要知道管理費，一房公寓包水暖氣咧，平均係450蚊開始。知道睇緊加港區嘅你咧，唔一定係 end user。你有可能是房东买来做投资，因为 Markham Downtown 有 46% 的物业都是租了出去的。讲的时间很快了，万锦市市中心会继续有更多的公寓楼盘出售，如果想楼名得到最新的资讯的话，即是 Facebook 和 IG 的私信我。如果有最新出炉的楼花的时候，你会得到最快楼花配额的资讯。楼花都有配额的，所以记住找一个最熟悉这个社区的经纪。所以你会问，一个月收了租金通常有幾多啊？信安一房平均每個月喺呢一度咧就係1750蚊，一房加一窩平均每個月咧就係1900蚊，兩房公寓平均每個月咧就係2100。言語啦，萬錦市市中心咧31% 嘅人係講廣東話，26% 英語，23% 廣東話，平均最多嘅用戶居住年齡咧係20至44歲。我住嘅呢個附近啦，所以知道 Markham Downtown 咧其實有好多嘅國際學生。初出嚟工作嘅單身人士同埋情侶，下網啦！弗雷律師學院排名2020年五月出咗最新嘅報告，就要列明 Markville Secondary School 咧喺739個中學入面排名第二。講咩排名就可以講佢係多倫多嘅拔萃學院。我知道好多華人嘅家長好注重移民咗之後細路仔讀書嘅學習環境。雖然我哋呢度冇會考，不過安大略省咧收生嘅時候好睇科學嘅成績啦。校外的活动，任何关于学习和品德都会计算在内，所以有一个名校网是每一个家长心里面很渴望的一个事情。我们讲到大学，一直很多人都怀疑 York University 是不是真的会起的。现在约克区万锦市的 York University 分校终于有动静了，动土机亦都终于来临，迎接2023年秋天会有第一批学生，第一阶段可以容纳到4200个学生，之后他们会灵活应对未来的增长需求。 MCC Markham Center's Campus 焦点会在于科目注重就是会是 Digital Media Engineering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 和 New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Campus 未来亦都会紧贴 IBM 和 Y-Space 做很多的学术研究和合作伙伴。交通工具啦，3分鐘車程，15分鐘咧就可以去到最近嘅就近 Unionville GO Train Station。社區嘅南邊亦都有407嘅付費高速公路啦，西邊有404嘅高速公路。Markham Downtown 最主要嘅巴士路線咧就係 YRT York Regional Transit 提供嘅。生活設備啦 ，Markham Downtown 社區嘅北邊咧一定要講到就係 Main Street， 一個繁華城市裏面咧有一個悠哉悠哉嘅步行街。最緊要咧就係秋天夏天嘅時候一定要嚟到啊，睇住加拿大嘅楓葉，行兩邊歷史悠久、原始風味加拿大嘅獨立屋，拍拖聖地，家庭歡樂盡在咫尺。我哋呢度萬錦區咧亦都有個旺角叫做新旺角，咁呢個新旺角 Plaza 咧最出名就係食嘢啦，同埋做 SPA。另外一個朗豪坊最多小本生意，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家庭主婦的你咧，應該最中意就可以擁有無窮無盡的華人超級市場。呢度有 TNT、豐泰、Fresh Foods、Luck Foods、Everything。咁如果注重健康同埋 organic 嘅你咧，亦都有 Whole Foods 去選擇。佢嘅東邊咧有萬錦市最大嘅 Markville Mall。最唔少得嘅就係 Markham Downtown 入邊，自己亦都有一個電影院同埋潮物商店可以去 shopping。加上咧，而家後生仔一定附近要有一個健身中心，所以呢度有 YMCA、Good Life 同埋 Panel Center 俾佢哋。加拿大嘅輕鬆生活咧，一定有公園嘅，所以食完飯之後咧，亦都可以去呢個社區入邊嘅 Two Good Palm Park 去散步。Google Review 有1500個，4.5星 ，CP 值超高。行之後唔夠後咧，仲可以去 Main Street 嗰度食杯雪糕。總括嚟講啊 ，Markham Downtown 咧會繼續吸納咁多嘅國際學生同埋大學生、年青工作人士。
首次買家同埋情侶可以有機會買樓花嘅或者低價買入咧，明年一定會係一個好時機。中學生或者中學生亦都可以就讀安大略省排名第二嘅高中，生活設備喺呢一度亦都會更越嚟越完善，令到呢度更多有能力或者投資者會中意呢個地方同埋投資呢個地方。我會俾 Markham Downtown 87分。陳安能，如果你中意呢段原唱嘅話咧，可以喺下面俾個 like， 跟住推俾你第日嚟呢度讀書嘅學生朋友或者移民嘅家長。如果你想知道我更多嘅買賣資訊或者樓花嘅話，亦都可以喺 IG 同埋 Facebook 嗰度私信我。我哋下個禮拜繼續加港區。